站在远离喧嚣的地方。这里有些与众不同，却又是显得极为真切。自己只是静静地看着，看着那份吵闹。这只是我单方面的与城市建立的某种联系，自己的肢体或者是自己的某些感官与城市的交融。这一刻既属于自己，也属于这座城市。像是敞开心扉，沉醉于城市里这些宁静的角落，跟自己对话的时候，便是城市最为安静的那一刻。